酸鼠袄。Hello， 大家好！世上的官员百百种，历史上有恶名昭彰的贪官，当然也有名垂青史的清官。而你知道在《史记》中的清官第一人是谁吗？那就是曾经家住海边，大小事都得管的楚相孙叔敖。不过，阿孙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住在海边，是因为阿孙的爸爸韦贾在担任楚国司马时与人结怨被杀，阿孙为了躲避灾祸只好举家搬移，隐居在海滨，一直到楚国的原宰相余秋向楚庄王推荐了阿孙来接替他的位置，才从海边搬回到城里，有了一展长才的机会。这就是孙叔敖举于海的由来。正所谓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军事经济我全都要。在军事上，阿孙辅佐了楚庄王攻下郑国，打败晋国；在经济上，鼓励开垦荒地，兴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渠系水利工程，大大振兴了楚国经济。就这样，在阿孙的全力辅佐之下，楚庄王成为了继齐桓公与晋文公之后的春秋霸主呢。